Now it's time to move to the music on Noggin. 报时鸟怎么会飞走的呢？小丑，你什么事啊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根本不知道。报时鸟怎么会飞走的呢？一定是你把它吓跑的。我？是你。现在报时鸟飞走了，谁来帮我们报时间呢？啊？怎么办呢？报时鸟飞走了，没人帮我们报时间了，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？不行啊，我还没吃早餐，我肚子很饿。你呢？我还没刷牙，我还没洗脸，我还没有换衣服啊。你看，现在我们该做些什么呢？哎呀，去！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好了。好啊，那现在我们去吃早餐好不好？好啊。大家快来看了、讲的英语比我流利，你帮我问他从哪里来。我问他啊，嗨，早安各位小朋友，我回来啦。老师回来了。